啊，这个赔偿是，啊，就美华啦。你讲，这算哪一题来着？你当作分尸案哦？林美华阿姨的脚膀啦，伊即嘛人伫外口啦。啊，你两日来遐秘书要创啥？啊，阮凯宏你毋是无熟悉啊？阿姨，歹势，甲你叫了啊！若知歹势就好啦，飞弟啦，后摆吼，你著甲这个所在啊，当作是家己的厝啦。啊，我哦，先甲你介绍一下，你心人看安尼哈，其实阮倒是介单纯啦。我除了哦，这个后生凯宏以外，啊，佫有一个查某囝叫做蒙兹啊。啊，搁一个客囝做许世伟，啊，因为搁咧读册，咧大号啦，有机会再介绍恁熟识吼。嗯，知影啦。啊，遮感觉搁有其他的规矩啊。规矩？恁爸就规矩啦。你较敬业哦，啊，若无我叫经理来转台啊。啊。甲你滚酸笑的啦，那一点幽默感拢无啊！请问民宿伫倒？哦，伫遐，一直伫行就到。嗯，借我一个。嗯嗯，啊，要民宿去就去啊，要借啥？我叫你用哦，还是你放山要用我？别放，你那香甲伊坐倒转来。敢讲恁两个即马伫咧交？对咧，阿姨款的 style， 甲你较早交过女朋友完全拢无共款啊，人是良家妇女咧。你转性啊？哎呀，恁爸煞袂改邪归正哦，食鱼食肉嘛得菜价，你捌听过无？敢一直甲我闹亏。所以，恁两个真正伫交？非得哦。为即马开始，林美华伊拢会甲咱带做伙啦。你哦，爱穿较好咧，知无？知啦。房间个布置哦，好佳哉，无亲像客厅迄款金光闪闪、长条个 style 啦。袂输惊人，毋知影讲哦，伊家己偌好个。阿姨，恁家真了解阮爸，伊迄种人就是爱顶风尘啦，非常个爱面子，惊人看伊无。迄叫做无毛鸡鸡大鸡啦，若毋是哦，也算讲有担当。遐尼侪年来，予我一个真稳定的头路，啊嘛算是照顾我啦。无我伫伊身躯顶哦，根本就找无啥物优点。阿姨，你讲爸无优点，你至少嘛讲出两个优点啊。哎，其实阮爸这人真阿爸啦。伊若是想要占你的便宜，或者是强迫你做啥，阿姨，伊昨日甲我讲，我绝对袂骗死阮爸。我知影你这个囡仔个性真好，你甲恁爸爸哦，实在是一点仔拢无共。伊拢讲我是歹伫做孙。放心啦，我甲恁爸爸哦，毋是你想的安尼，以后阁爱请你多多指教哦。阿姨，你太过客气啊！来，我了后摆甲你吵，你先休困。阿姨晚安。晚安。唉，搭只啥麻烦啊？无去顾虑到效果，就走去啉咖。把代志拢撇撇开，宋明宏迄个查某一定甲气，拢出伫个丹青的身上。丹青敢有法度应付啊？这廖乾坤的酒，搁有影真好啉呢。外地拢欠遐尼济啊，加啉伊一罐，应该不要紧啦。是你啊，
啊，无你想讲是啥？刘德华，人咧食菜呢，够食遮粗啊？谁甲你哥无？卖点啊吼，送鸡听啦，紧起来啦，我腰袂堪的啦。你家己才是要贵家细腻啦，嘴哦一直嫌，国金要叫做是我的心爱，你敢捌问过我？较敬业哦，无我真正叫恁经理来转台啊。好啊，你叫经理来啊，我马上转。我幽默感啊呢，我跟你滚生笑的啦。啊，看你啉到鬼面红光光，还佫气噗噗，太苦水呢。啊，我知啊啦。啊，你半暝暗困走来客厅做目标鬼，你就是要甲偷摕烧酒去啉对无？安怎？敢袂用的？非得我已经欠你2000万了啦，敢有差这罐酒？哎呦！两声呢？安怎？无你叫经理来给我转账啊！好啦好啦，我知影你心情歹，想要落酒啦，我就卖管你啊，看你啉啥，做你提啦，好不好？有水开无？啊！来来来，我来我来我来。夭壽哦！你第一人家是想什么打劫啊？什么的打劫啊？忍气吞声这么多年，我今日总算是拢总甲吐出来啊！啊，恁在楼顶是巧什么代志啊？真精彩哦！我甲迄个心机狐狸精。剩一个大嘴，卡细腻啦！我是靠面咧食饭的。放心啦，我知影你是谁，好不好？我除了把迄个查某剩嘴皮以外，我搁把我的前翁，还搁有前大哥，一直骂，甲因偷咧咧，拢打袂起来，做是假。将这么多年的怨气拢吐吐出来，我爽快的。啊，安尼就对我啦。心内若啥怨气哦，爱紧透透的啦。啊，若无有过会着来伤啦。啊，无怪啦。你之前在公司哦，才避暑着，不才笑话。哈，原来你之前哦，受过这么大创伤，太可怜了！你讲话就讲话，卖你脚来手来啦！我你规身躯这肉是真珍贵呢，卡着开始跳表算钱啊！我讲，无啦，当的，我只是想要甲你说多些。今日若不是因为你哦，一直逼我去面对，可能我一世人哦，拢。无想要阁走入去迄个厝内面，甚至哦，将我的怨恨拢砸入去棺材底，含恨而终，注定是悲哀的人生。啊，你哦，嘛唔免甲说啥物多谢啦。啊，但我嘛是有目的啊，是毋是？咱就一人出一项，各取所需嘛。你是不是在哪睡去呢？我抱你袂惊。醒啊！卖吵啦！过来。吼、哦，啊你生啊，甲醉到唔知人呢。唉，若不是你够利用价值啦，我才变头插你的。来啦！
阿姨，这个蛋饼，敢是你特别为我准备的？我印象内底哦，你真喜欢吃这款有蛋甲起司，啊，佮有肉的蛋饼啦。啊，我着看冰箱有这个食材，我着顺手做啊。嘛，唔知影讲你的口味有改无？大猪大，开放啊！你免因为哦叫一声阿姨，就勉强家己家己的物件吃落啦。哇，真是这个滋味。虽然讲这个蛋饼无什么特别的，不过阿姨做起来就是有一种美味呢，是回味，一种真亲切、念念不忘的感觉。真正幸福的，哼，你哪有够趣味啊？该当作啥货囡仔？搁传古令要你啉啦！蛋饼配牛奶，真正绝配啊！阿姨，你真正就了解我，你有介意就好。哇！你三不成变啊，这个老婆啊，该上我会啦。啊，你是安怎想？无啦，只是前久我家就叫你温暖早顿啊。宋碧华，你是莫想讲哦，用一个蛋饼来买伤开放的心啊。第一，这个家。刚当啉一煮，就恁爸哈。爸，你莫因为想要得到阿姨的关注，你又跟我吃这种醋无？是讲我你干嘛真奇怪？你想到我就搞到老病哟。阿姨，麻烦你老实话讲，你真正是主人跟阮爸在做伙，还是伊逼你落海？什么逼伊落海？啊！着恁阿姨较了解我，知影讲哦，我若讲出了长干蜜底的话，我惊得着糖尿病的死人性啦，所以无咧跟我计较啦，对无？是咪？对啦。哎爸，你这种男子气概啊，今嘛已经无符合社会期待啊，你唔得对阿姨较温柔的。人即卖已经不是你的员工了，莫开不着嘴，人大细声好无？啊，知啦，恁爸偷死人哦，八九就遮贵的啦，贵。啊，我意思是讲哦，我八九个遮尔啊贤惠啦，所以我爱恁阿姨哦，爱甲迷信伊咯，甲当作妈祖婆咧哄胎。好啦，我要来公司上班啦。啊，恁两个哦，继续博感情哈。啊，来来，手机我一下。你要创啥？当然嘛是手机小定位一下。啊，无你若敢走伊哦，我就烦恼啊呢。爸，你卡啥搞？你朋友就毋是安尼啊？卖着来，卖着太。是安那对阿姨特别无安全感嘛？卖输伊欠恁钱。你家己阿来做人是共款的，啊！你是捌啥啦？恁爸都食老才出片，十只牛嘛拖袂叮当啦。啊，人阮哦，即马落长日啦，长干蜜甜，甜甜甜真正常啊。嘿，对啦哈，嘿嘿嘿，对啦。我来公司啊吼。